What's up, YouTube？现在是哦，I'm hungry for sure。现在是8:45、46，我要去教会，然后你看我的胡子非常的乱，这是什么？切了一半一样，非常恶心。然后我的头发也很恶心，飘来飘去的胡子，你看，近距离看一下，Oh my gosh，look at that，it's fine。那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 morning routine，我要如何去来把我的胡子啊，把我的形象清理干净。因为当你胡子长的时候，you have to make sure you have a routine in the morning，要不然你见人的时候，你不希望本来是 stylish 的有型的胡子，就变成一个人家讨厌的一个脏胡。OK，let's see how I do it。Well, first thing first, guys，洗头，一定要洗头，因为你的头太恶心了。我相信每个男生早上应该都会洗一下头吧，然后把你的胡子啊什么的洗一洗，洗干净了，谢谢。之后呢，胡子也要洗一下，用清水洗就好了，我不会用什么 product。I don't use any products in the morning。洗澡的时候可能会，但是呢，早上的时候，I don't use it。OK，现在你还看到我的胡子还是会很乱，到了胡子这里，还是有毛会起来。这时候你就要开始用武器了。哦，对了，我终于换手机了，可以拍好了影片了。请允许我快速介绍一下，因为我从七换了13，我实在太兴奋了，5点就起来买了，实在太漂亮了。好爽！第一个，you gotta use this，一定要梳啊！我现在发现，如果你想要你的胡子是一直顺畅的话，最好早晚都梳一次。我现在洗完澡梳一次，然后早上出门前梳一次。我说的这个梳子是就随便买的。OK，I don't know what that is。写了什么？Conairman。Conairman，I don't know what that is, but 我就随便在 Target 买，你就随便都买都可以，不一定要说这个一定要很高级啊，然后专门要梳胡子，没有那么困难。对，我就全部梳一遍，然后它就会顺了。我已经买了这个，大概我之前都没有发现这个这么好用，因为我就想说用水啊，然后用 product，我发现要配合。我就把它梳一遍，然后再把它梳起来。对呀，把它都梳一遍，你的胡子会感到非常舒爽。非常的有感觉。All right，现在呢就要开始用大招。啊，头发我一般也会用，我因为我现在发型有点乱，我就随便也是随便，但是最好。Natural base，OK，最好这个不是 natural base，这个是随便来，因为我头发就是现在还算可以。然后 beard 的话，其他的，我现在没有用 beard oil，我现在就还是用这个，我还没有买 beard oil，到时候我们公司可能会出 beard oil，所以我应该会。Anyway，这个我之前有教过嘛，挤一下，然后挤在手上，涂在脸上就 OK 了。你看我这没有挤很多，而且你看我胡子还是飞起来，我就往这边涂一点，这边涂一点，这边涂一点，抹一下。这个很香，还有一种那种特殊的，它这个不是也不是 natural base。之前我做 RF shaving，unfortunately 它很不幸是它已经倒闭了。所以呢，我现在已经网上好像买得到，但是没有实体店了。OK，你这样抹一下，看一下胡子，应该讲道理会好非常多哦，还是飞起来的。我就是要把它再清理一下，但已经比早上好太多了。现在这个弧形就呈现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当然最后你还是要去修它嘛，你不可能说不修它，然后。每天就让它呈现一种起飞的状态。
我大概一个礼拜修两次吧，有些人每天都修，我每天都会刮一刮，可能这个地方，因为我这个地方会长得很多，然后就会跑起来。Anyway，这就是我大概早上的 routine。然后，如果以后有 beard oil 的话，我可能会再长一点的时候会使用。那个的话应该是最快速的 beard oil，因为 beard oil 其实也很快，对，所以很简单。But make sure you do it. It's easy and it's gonna make you look good. 哦，对，我马上今天这个只是一个。Oh, by the way，昨天淘到个超可爱的 Mario 项链。Oh, so cute. Anyway, 今天这个续活呢，不是续活，是早上的这个步骤呢，只是适合你不使用 Minoxidil. If you're using Minoxidil, unfortunately.幸运的是，我马上要开始涂维曼达克斯的，因为我还有小 patch，我很希望把它给填补起来。就到时候会有另外一个视频，会讲述如果你有曼达克斯的话，那你早上要如何去把这个步骤加进去，同时呢又让你胡子看起来不会很枯燥、很恶心，因为你曼达克斯涂完之后，那个皮啊、那个屑，你们都知道的。地上往下刷刷的掉，超级麻烦，所以呢，下次会再做另外一个专门针对使用 Minox 的时候的早上的 routine。Okay, guys, hopefully you enjoy the video. 今天天气非常不错。We'll talk later. All right, guys, 我刚才碰了那个肥皂，I don't want to kiss myself, but a kiss like this, beer up.